算这边你假如有诸葛，诶，诸葛爱好像也可以穿那么远，诸葛爱应该也行。猎食哦，不行，猎食到目标别人就要清，这个就不能靠蛮力硬打。下面还有狂杀，下面这个是搞笑的，他们追不到。这边只要加速过关，其实可以对猎食人再斗，对猎食人再斗是比较快。可是理论上前面清文清够快，他们下面是追不到的。反正路塞住之后，他们就只能往后走了。那 AI 机制的问题，他脚判定那个路卡住了，他就会绕，他就会多绕路。说你开放的时候，他会绕回来。他们不过是白费力。